本节目内容只代表个别嘉宾及主持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咁啊，翻嚟呢个第三节咧，就似乎呢个曾重咧里面咧，就真系可以好多个人嘢去讲咧，即系喺呢个时期讲就好噶啦，因为咧有好多唔同嘅细节嗰样嘢咧，大家听完咗之后嗰时。而家都仲可以去睇啊嘛，咁啊睇嗰時候咧，我諗咧你自己去睇嗰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即係多個層次去睇咧，就會覺得睇戲過癮係在於咁樣樣嘅。有陣時可能你會睇，你會覺得悶咧，可能咧你咧初初入去嗰時候，你淨係帶咗或者好框框係諗住我預計咧就想睇嗰啲嘢，嚇、你冇放開一個懷抱咧去睇嘅。嘅時候咧，有時你接收唔到佢裡面啲得意嘅處理咁樣。咁如果你有咗依啲咁嘅準備嗰時候咧，當你入去睇嗰時候咧，你除咗你揾到你自己嘅發現之外，嗰度咧呢種咧好似等於咧你入一個博物館啊，或者去一個藝術館嗰時候咧，有時都會有啲導遊咧會介紹你啊嗱，依個你可以用呢種角度咧嚟欣賞嗰時候咧就有唔同嘅。咁你會睇到咧就闊咗好多嘅。咁我哋頭先咧，即係都講咗嗰個成個嗰個故事嘅嗰個歷史嘅嗰個淵源啊，同埋佢尤其是咧佢嗰個時期嘅嗰種成個嗰種服裝同埋嗰啲人嘅嗰種時尚嘅嗰個世界。咁咧就即係喺第一節嗰時咧都有提及話，佢其實佢依部戲咧都有好出色嘅。嘅嘢就係佢嗰啲建築，同埋佢個攝影嘅方式。咁、我覺得攝影嘅方式咧，佢用嗰個魚眼鏡啊，廣角鏡喺嗰度咧，大家都其實都覺得佢用得好過癮嘅，巧妙曬嘅。但係建築咧就最我覺得就最吸引嘅、因為咧即係如果咧即係有心人去知道咧，佢嗰個成個嗰個拍攝嗰場地咧裡面嗰度咧，原來佢依個咧都唔係咁容易咁拍出嚟嘅嚇。咁樣何解咧？因為佢有好多啲景咧，係實在嘅一個嘅歷史文物嚟嘅，係咪？你哋都好似揾到一啲料嘅喎，係咪？咁啊，交俾你哋啦。咁佢真係喺英國倫敦，應該係西部啊，我記得嘅比較偏遠嘅一個叫做Hambleton 啊嘅地方。咸普頓係啦，普通常係嘅。其實佢有個車站叫咸普頓 Court 咁樣嘅，咁但係佢呢個加埋 Palace 咧，有個皇宮嚟嘅。咁其實呢個係亨利。八世的時代起落的，其實呢個係即係再早期啲。亨利八世佢最出名就係話，為咗要娶一個，我記得佢係唔係天主教徒嘅老婆啦，為咗離婚，因為天主教係唔可以離婚啊。咁佢就改咗英國用而家嘅新教，就係、是、最初係佢開始嘅。咁所以其實正話我哋一路講嘅安妮女王個時代咧，其實好多都係關乎於當時嘅新教同天主教之間有啲矛盾嘅。咁而呢個宮殿咧，最後係去到咧係安妮皇后安妮女王時代係有住，咁但係之後就冇啦。佢哋即係皇室就已經搬翻去即係後期喺即係近倫敦中心嘅地方嗰邊。即係白金漢宮嗰啲。係啦，即係嗰邊，所以大多數人家去旅行參觀咧，就白金漢宮係容易啲嘅。但係而家講緊呢個咧，其實就有景點介紹，但係比較撩楞嘅去呢個地方。偏遠咗啲。偏遠咗啲嘅，咁但係。你大家睇到好靚，其實呢個地方依然係，即係同埋佢嗰個感覺係，係啦，即係可能嗰個時代比較舊少少咧，更加保留到嗰種特色嘅嘢咯，會係。咁所以我覺得，因為我喺度睇嘅時候，我都諗，哇，究竟係咪搭景，即係搭咁，因為好難想像到，即係搭咁細緻，因為佢係細緻嗰個感覺咧，好有嗰個實感啊。咁而家睇翻招待，真係喺實景嘅，佢哋幫你。喺香港嗰個英國嘅嗰、那個嗰、那個叫片場。尤其是係製造嗰個英國嘅嗰個皇室嘅嗰種佢哋啲工藝咧，就相當之勁嘅。咁但係咧，你會睇到咧呢部戲咧，即係有幾個場面咧，你都發覺咧，即係唔係片場嘅片廠嘅做得到嘅，因為佢裡面咧，即係有好多時咧，尤其是嗰啲走廊啊，你睇到覺得佢採用嗰啲自然光啊，嗰樣嘢咧。用得好多，咁你睇到佢儘量咧，就利用咗佢真係可以實景拍攝，即係揾到呢個地方，咁嚟去做佢哋嘅嗰場景。嗱，現實咧，成個發生，即係呢啲事件嘅發生係咪真係喺呢啲地方咧？咁我哋再深入考據啦。咁但喺戲劇上裡面嚟講咧，佢其實幫助咗部戲好大嘅。嗰啲建築物咧，因為佢裡面有啲細節咧，你會睇到咧，佢好有嗰種叫英國嘅嗰啲庭院。嗰啲即係嗰宮廷啊，裡面咧嗰種
嗰種特別嘅設計啊，尤其是有啲叫係秘道啦嚇，係即係嗰啲即係主要嘅人佢自行嘅嗰啲路，工人咧有時咧就唔行得嘅嗰啲嘢，咁啊所以一個戲咧佢其中有一場戲咧就係邊個出咗事咧就係冇人諗住咗佢喺嗰度去入去攞書。你攞書嗰時，佢有個發現嗰時，佢都唔知點，佢又唔係佢嗰扮蚊追佢走，又逼住咧就去翻嗰度走啊！咁嗰段戲咧，其實你會睇咧，其實我哋會睇一啲嘢咧，講英國嘅呢啲咁嘅宮廷世界嗰個時候咧，就最過癮嘅就係佢哋嘅呢啲環境嘅設計咧，就表現到出嚟。其實我哋咧，即係如果中國戲咧，應該有好多呢啲秘道嘅，但係你會發覺係少拍嘅，係啊，嗰個皇宮應該係好多嘅。就算我哋咧，你會睇到咧，去到咧，你會睇到我哋嗰時就二三十年代嗰啲舊屋啊，都係咧，你會睇到嗰啲舊屋嘅裏面嗰度咧，工人有工人嘅嗰條路行嘅，就唔會咧就行嗰啲咧平時咧即係平時嗰啲即係大少啊咩嗰啲行嘅嗰啲地方咁樣嘅，咁所以其實羅馬你會睇到佢哋嗰啲都唔係啲咁高尚嘅嗰啲地啊，因為啲工人都係行出行入嘅嗰度嚟啊。咁佢有好多呢啲細節嘅嗰啲嘢咧，就係都變到出嚟嗰個係啊，咁啊相當之過癮嘅。咁但係咧譬如如果講就講呢個叫做建築之餘嗰陣時候咧，咁我覺得做一樣嘢，我覺得係好得意嘅，就係話咧，佢裡面咧大部分咧都係喺呢一個宮殿嗰度拍啦。咁佢其中咧有一個。有樣嘢都幾關鍵嘅，就係佢成日都嗰個地方咧，就會穿越咗一個森林嘅。咁個森林咧，就原來再過啲嗰度咧，就有一個嗰、那個好似一個妓寨咁樣啦。但係好接近呢個皇宮嘅嗰個妓寨嚟㗎。嗱、那、嗰個我覺得咧，佢裡面嗰度咧，佢唔知佢點解會咁樣嚟安排，定係嗰度咧係喺個典故裡面嗰度咧，歷史嗰度咧真係。這個將軍的老婆呢真的有一件這樣的事件中毒，然後就是當馬中毒就好像沒有是沒有的嘛，是好像就沒有，但是講回他的故事背景呢，就是說那陣時退役裡面不是經常說打仗的，其實他說呢他那陣時有個戰爭呢叫西班牙王位繼承戰，咁、那、嗰個係點得嚟咧？就是、因為西班牙喺十六世紀嗰陣時開始係沒落，咁啊變咗皇位繼承咧，有啲血統嘅問題出現咧，咁啊變咗分開兩派，一派就擁戴呢個，一個擁戴呢個。咁啊，但係嗰陣時因為成個歐洲，即、就、係、是、大家讀過西史都知啊，嗰啲嗰邊嗰啲皇族成日通婚噶嘛，咁變咗大家其實互相有血緣關係，咁變咗分成個歐洲分咗兩派，一派咧就係英國嗰邊，一派咧就法國嗰邊，所以咧就有呢場咁嘅由呢場戰爭引到去變咗佢歐洲嘅小型戰爭咁啦，即係一個英法嘅英法打仗，所以入邊有提到咧同法國打仗，咁啊話有啲人啊主不如講和啦，有啲人要打落去，咁而你嗰、那個頭先嗰個那個工匠啊，馬爾博羅公公爵夫人，即係薩拉，薩拉，呢個就係俾阿 Planta 佢揾嘅嗰啲資料，係啦，俾大家睇啦。咁佢老公咧，其實真係真實嘅畫，真係帶俾啲人俾啲聽眾朋友都睇到喺呢度。咁啊真正去帶兵去打嘅，而佢啱啱去講，而家啱啱去講緊呢個1708年嗰陣時咧，啱啱就係嗰個戰爭去到差唔多後期，喺呢個段期間嗰個戰爭嗰陣時咧，就差唔多去打到去一個應該贏膠着嘅膠着咁啊，即係大家打到悶曬，打到已經講和或者咩，揾個機會即係可能要停戰嘅啦。即係已經打到虛耗咗，打到滿曬係咪要踢場波先啊？真係咁變咗就慢慢去慢慢平息㗎啦，差唔多係。咁跟住落去咪好似呢個戲中入邊都講，啱啱就係話佢阿莎拉得罪咗個女王。咁而將佢哋逐出呢、這個，要 cut 曬啲嘢。係啦，咁但係後屘咧唔止喎，
後尾當個女王死咗之後咧，佢哋話回朝，真係幾好，當翻正。幾好嘅，阿 Sarah 個個晚年其實佢哋最長命嗰個添啊，晚年好似84歲先至死咗佢都話，同埋佢之後原來佢嘅後人先至巴閉喎，即係。如果揾翻資料睇，丘吉爾啊嘛，嗱佢本身姓丘吉爾嘅，所以咧丘吉爾即係一個後期做咗英國首相嗰位咧，就正正就係而家講緊佢嘅後裔。佢亦都係喺電影開場講嗰個無形嘅皇宮出世嘅。其實丘吉爾本人係，即係佢細個係去過嗰個地方嘅。就係安妮女王咧就送俾佢嘅嗰個皇宮咁啊。因為套戲就未起好嘅，即係嗰個時代，但係到啊丘吉爾年代已經起好咗啦。咁原來仲有個遠親咧，仲巴閉，姓史賓沙嘅。就是戴安娜，咁所以而家啲人話咧，其實威廉王子都有史賓沙血統啦嘛，已經係。咁如果將來威廉王子做皇帝嘅話咧，咁其實某程度上咧，大贏家就係呢個 Lady Sarah 啦。即係搞咁多嘢，其實佢先至係真正最接近權力嗰個。呢個就係最合乎咧呢個導演咧佢嗰種叫做係。哇！嗰種即係有幾多個層次嘅嘅設計嗰閲讀嚟啊！因為咧佢嗰個頭先都有講咗，即係話啊嗰段戲係個究竟係真係假嘅咧？即係嗰個咁啊，其實大家都講可能未必會存在嘅，即係佢嗰個叫食物中毒係啊，直頭啊啊下女嘅一種叫。古惑啊！嗰、個古惑嘅嗰種安排啊，個下女就真係同佢哋有血緣關係喎。咁變咗喺皇宮入邊，同埋喺呢個成個歐洲入邊咧，都係講緊呢個血緣之爭。同埋我覺得佢最主要咧就係、嗱，你可能因為藤壇關咧，你會睇到喺歷史裡面嗰度咧，佢揾到一個叫做係有趣嘅串連。咁但係咧，就喺呢個作者咧，佢裡面嗰度咧。你會睇到咧，佢都有個串連喺度嚟嘅。佢就係呢個咧，就係、是、嗰個單親動物園嘅嗰個森林嚟嘅。因為嗰個森林裏面嗰度有另一批人喺度嚟噶嘛，而嗰批人咧基本上咧就一啲叫佢其實想搞革命嘅，咪又係佢做咯，啊，又係佢做嗰個角色嚟噶咯，嚇，咁啊佢你會睇到咧，佢呢個咧佢有啲咧，因為咧啊依個導演咧佢出曬名咧，啊計數佬嚟嘅，佢嗰啲即係嗰啲精密嘅程度咧。他就玩到很多，因為你看不明都不要緊，總之我做好了我的那個安排這樣的，所以他的 casting 啊那裡都是去得很很正的。但是呢，這個呢就都是是不是叫做是穿橋呢？不是叫穿橋，這場戲我看不明白的，你有沒有人看得明白？這場呢就基本上呢就是其中一個很關鍵，就是呢他邊個就走咗？咁啊，剩翻阿夏女咧，即係喺度開始，佢已經係已經咩啊？咁佢其中有一場咧，就佢啊經過嗰度咧，就見到咧呢班友咧就喺度做緊玩緊一個遊戲。嚇咁啊，嗰個咧佢另個 The Other Side 咧，另一邊咧嗰度咧啊，可能係即係喺 Jeff 嗰個出唔到街啦，就冇咗嗰段咧，就即係直頭咧就係好長添嘅。嗰段戲咁啊～你明唔明點解啊？佢哋娛樂咗，我就係諗嗰啲小丑嚟㗎嘛，係咪？宮廷入邊有嘅娛樂好似好荒謬咁。唔會喎，我覺得如果唔係你可以用嗰個解釋啦，即係話你唔好理佢合唔合理啊。總之有一場咁嘅戲喺度，係一場咁嘅戲喺度。而嗰個咧，即係其實叫穿橋咧，就係嗰場戲咧，就係佢嘅背面咧，呢個鏡頭嘅背面咧，就有一個肥，都係應該依啲公子嚟嘅，肥公子戴埋假髮，笑得好開心。但係嗰個你睇個樣咧，唔似係啲古代人嚟嘅，好似或者係我喺度諗，咦係咪佢其中一個嗰啲電影人嗰啲技工嚟？打開佢即係係全部冇著衫咁樣咧，揞住嗰個獅子咁啊喺度玩嘅一個掟番茄嘅遊戲。是不是番茄？橙遊戲。你看完之後，可能大家都覺得一頭霧水的。是啊。這樣就，你解不解釋得到呢？其實呢，它有就不奇，但是它不知道為什麼是很長的，你說得對，這個我不明白。佢呢個佢因為幾好長咧，佢就你睇到剪接平衡剪接緊阿 Sarah 墮馬㗎，其實嗰個肥仔咧俾人掟到跣低人咧，啱阿 Sarah 就墮馬，平衡剪接嘅嗰個。同埋啦，阿夏女咧就喺咗嗰度咧，佢要過去嗰度，佢有啲嘢要好似仲啊，就係好似啊嗰條數嘅嗰啲問題。即係一個墮一個落一個上啊！我感覺就係一個上位，一個就
墮馬了已經是、那個是一個 很過癮的處理，而且如果講戲劇裡面來講，那段戲是一個轉捩點來的、而且呢，因為我看那段戲的時間，我覺得有一件事、那段戲一完了之後，那裡跟著發展呢，它就真的好像講給即係講俾大家聽嗰度咧，即係話啊，其實有一部戲嘅，啊呢、這個導演咧就分明咧就都好抄呢部戲，而且呢部戲係一部港產片嚟。咁我初初嗰時間咧，咁我都問阿 Panda， 因為 Panda 冇聽過其他嗰啲節目，佢話唔知啊嘛。咁而家正嗰時，你覺唔覺得有啲咩有啲乜嘢關聯咧係可以砌到埋嘅咧？有冇咧？三個女人咯。啊，都係其中呢樣啫。兩個爭一個咯。咁啊，夠唔夠喎？好嗱，咁啊不哦，係喎一笪咯，係一笪同一笪。誒嗱，咁啊不如咧，我哋咧就去到下一節嗰度翻嚟咧，第四節嗰度咧就大包圍啦。因為我哋呢個最後嘅一節咧，講到嗰時候咧講嗱呢部真寵，佢有好多嘢咧，即係其實變成咗一種爭拗嘅，包括咧女主角佢攞咗我的心目中女主角啦，阿仁濟啊，但你有另一個睇法嚟喎。除咗仁濟之外，你可能你有另一個。不如你講下最佳服裝俾第二個攞咗會啊？點？下一節再同大家講呢個電影有道。